咪又嚟整金湯。金湯魚。金湯魚只當陰。我今天又嚟整啦。這個魚咧，我就放鹽醃咗嘅，放一啲鹽咗去開。而家我愛煎啦，我愛煎咗嚟煮啊。所以我咧，我家陣咧，我就放一啲包粟粉，包粟粉飲一醃一醃去，佢就冇咁會黐啊，唔愛講佢冇咁黐到啫。實在佢都冇咩黐嘅，實在。我都是放少少去，冇咁黐。OK， 金湯魚啊，我開炒嘅煎嘅，所以咧我開咗，佢有多數熱咗啦，我就煎魚就多啲咁多油啦，我就放落去開啦。聽佢熱開，我正放個魚落去，放個油熱開啦，放個油開啦，個油熱開，我正放個魚落去。所以只煲咧煎魚都得嘅，可以煎魚嘅，亦可以罩雞，可以炒嗱，佢有佢又彈上嚟，有多少水啊？佢熱緊啦。熱緊啦，我就嚟放魚噶啦，聽下熱多啲先。最緊要開開個煲，俾佢熱開先放油。嗱，我放魚啦。煎緊啊，我都可以冚一冚佢，冇理佢，自聽佢自己煎，冇理佢，聽佢自己煎。五分鐘過後，我開嚟睇下。哇，咁樣個樣喎，睇。罩多佢一下，煎多煎多下，煎多下，煎多佢。未得咧，系要自己攞眼睇嘅，自己睇到滿意你咪反咯。阿姑唔覺得係唔滿意，冇反字咯，係咁嘅啫。自己攞眼睇，再多五分鐘咗啦，我可以嚟睇下，唔夠高。OK， 我都幾滿意啊。再煎多一下，呢嚿就再煎多一下，再煎多一下，嗰嚿頭先比較冇咩倒油，係咪靚靚噶？嗱，齊整齊整噶，佢仲係咧，OK 啊。我生了火去，我倒酒油去，我生了火，火生了啦，我倒啲油出嚟，又倒咗出嚟啦！頭先放咁多油落去，
佢亦都係咁多，又俾翻你。啊，我放呢個辣椒落去煮啊！我唔記得開火。煮下去，冬陰嚟嘅，呢個冬陰係我自己煮嘅，停一下佢呀，我冬陰好凍啊，喺雪櫃攞出嚟好凍啊，停下煮佢，停下煮一下，滾開佢先，睇下啦，哇，而家香香啦，嗱，滾緊啊，好滾啊，幾緊要滾啊！滾啊，滾緊啊，我就放個魚落去啦，放個魚落去，等佢滾一下佢，搞掂咗噶啦，實在去浸一下佢，陣間我攞隻魚出嚟俾你睇啊！好香冇啊！好咗啦 ，OK， 我閂火，閂火啦。我攞埋個魚出嚟俾你睇啊！煲好熱噶，小心啊！煲啊，好熱噶。搞掂啦！搞定啦！